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帅米，我是佑嘉。今天又到礼拜五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吃货时间。好，那你是不是很兴奋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吃日本松饼，日本来的松饼。但实际上是夏威夷来的啦，对，就在日本发扬光大的，就是这一间喽。Egg Things， 我不知道怎么念。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走走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那它里面最有名的是。好，麻烦是这个草莓超高奶油的 pancake， 嗯，对，15公分，对，15公分的奶油，那一个还挺贵的，400块，嗯嗯，那大概我们就只点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点餐喽 ，OK， 好期待哦，对啊，超大的，那我当然我在日本吃了，我没吃过。对啊，所以我要特地带佑嘉来吃喽。好，来哦，就是我不想用餐具，不想用手。为什么？而且。稍微的晃啊，它在晃。好，我们餐点来了。对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往旁边推，先吃这个。对，先吃这个。切喽。好软哦。太 Q 了，所以有点难切。好好吃，好兴奋哦！它是固体的牛奶，它不知道怎么讲哎，我觉得快升天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说哎，就是它的。松饼吃起来是有点偏咸的那种松饼，然后那个奶油很像牛奶，就是不会腻，太好吃了。好，试试看草莓。草莓好甜哦，而且它是腌制的草莓，它不是那种很硬的，它是软软的那一种草莓，超好吃，无法相信。等一下，你停不下来哎。那你要加枫糖。好，我加加看。啊，对，忘了跟大家说，它旁边有三种，你可以拍那个旁边，对吧？还有三种枫糖，三种可以加的，分别是枫糖，然后。椰汁跟石榴，那我就先加最普通的红糖，加一点石榴。这个大概一半年只能吃一次吧，因为热量太高了，查完热量就崩溃。枫糖好香，很香的枫糖哎！大家可以加看椰汁给秀宇吃，秀宇是没吃过椰汁？有，我有吃过。那你要？我记得收手。收手吗？石榴的没有。我好像，因为我那时候吃起来很像草莓，所以就很爽。哦，好。太好吃了，马上去。我怎么没有在试营运第一天就来？
而且现在平日平就是不太会排队，大家真的可以来。我第一次拍实际无法停下来，真的。那我实际示范给右脚看真正的吃这个松饼的方法，大概吃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到位，其实算什么吃都可以的。好，那我先吃一次给大家看。首先呢，先这样子。然后你切的方法很好哎。好啦，吃过五次的专家。然后吃这个放旁边，这个哇，好像这么多啊。不然奶油吃不完啊！很怀念的味道。你有吃过这种奶油？好嗨哦！这样感觉要再配饭。有通常我这样子一块，我加这个枫糖。太夸张了啦！通常，真的很夸张，秀一真的太夸张。可是吃起来就是感觉会很好吃。好啦，大家看到正确的吃法了吧？我刚才太用力了。但是很油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吃喽。大家，这一间在101旁边。那刚才地址大家应该都看到了，赶快来吃，还是试营运。其实没有，平日没排什么人，所以赶快来。吃饱了。我们吃完了。好饱。啊，太幸福了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奶油好多哦，就跟日本一样多。可是好舒服哦。我觉得我超喜欢那个奶油，好腻的感觉。我不会腻哎。所以你还可以再吃一个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吃半盘。我没有办法再吃一盘，那我就可以吃半盘。那加起来就是一盘啊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吃？是不是又讲想要发胖就是这样子？已经胖了。我绝对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吃一盘。因为它真的有点大盘啊，就一个人要吃那么多奶油呢，除非你真的超爱吃甜点，就跟我一样。不然我觉得应该不行。对，因为像我现在，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犹豫的空间可以再吃。我是腻的啦，我是有点小腻。我觉得它的奶油，我从没有吃过这种奶油。对，跟牛奶一样。好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可以过来吃吃看喽。现在试营运还没办法定位，对，所以就是不要在下班时间来啦，然后尽量选在平日的非下班时间来。非上，对，就 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pancake 就到这边喽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点个赞。如果想持续并且追踪我的影片，按订阅。记得打开铃铛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吃货时间再见喽，拜拜。